冇嘅，冇咁理想嘅事。我認為啊，各位人生裏面有時咧有啲不如意嘅事，主要都因為一個原因嘅啫。個原因就咩咧？就係我係我呢一套戲嘅主角，明唔明我意思啊？啊，我當然係我呢一套戲嘅主角啦，即係我食嘢係我飽噶嘛，唔會係你飽噶嘛。我又唔會同你講，你唔好再食咯噃，我食咗晏噶咯噃，你咪想食死我啊？你仲食？吓、啊，唔会咁噶嘛！我系我呢套戏嘅主角，我晒病系我痛，虽然我想你痛，但系好多时候点解明明系我晒病我痛，我嗌两声，你会走嚟同我讲晒病噶嘛？真系救命啊！要登报啊！哗众取宠，喂，我晒病，我嗌两声，你话我哗众取宠？你冇搞錯，我係我呢套戲嘅主角嚟，我係主角嚟喎。你邊位啊？啊，你冇大冇細喎。冇錯，你係你呢套戲嘅主角。問題係你呢套戲嘅戲名係叫做《茄哩啡的一生》。我哋嘅問題大家明白，我哋係主角，但係好多時候我哋飾演嘅角色係茄哩啡。我係做過茄哩啡，你睇外形係睇唔出啦，當然係咪？但是的而且確我是做過茄哩啡，那時還經常被人罵添，但不要緊，被人罵得多你會慣，慣到的地步有時被人罵完我會提醒他，咦，你好像罵少了一個字、你好像罵少了第五個字、沒有了一個形容詞、大家都知道通常都是那些形容詞的，是吧？為什麼我可以這樣？因為我那時已經練做一種嘅本能嘅反應，你講粗口鬧我咧，我好容易將啲粗口嘅音咧轉化為一啲好普通日常用嘅語句，譬如大家都知啦，我哋廣東人最勁就係嗰六個字噶啦，等等等等等等啊，你知啦，咁我會聽到咩？即係我係會直接就將佢轉咗，譬如係請你好好放低咁，所以我冇問題噶。啊，你鬧我，喂，你仲笑？捞咗机噶啦嘛，你仲笑啊？我请你好放低 ，OK， 放低 ，relax， 冇事。吓、啊，嗰阵时真系好豁达吓。有时谂翻转头，真系都几奇妙。我哋广东人闹亲交都一定扯埋阿伯母落水，好鬼关照阿伯母。基本上我哋中国人都系咁噶啦，普通话都系噶，动不动连妈的、他妈的、你奶奶的。啊！我覺得呢個係充分表現咗我哋中國人嘅智慧嘅，各位，你要諗下第一個發明呢句嘢嘅人幾唔簡單，點諗出嚟？我認為佢根本係一個智者。當時可能俾人鬧緊，俾人你有問題，你有問題，你有問題啊！你有問題，你有問題，你阿媽有問題。你知第一次出現佢唔識嬲啊嘛，佢會覺得好愕然。你明明講開我有問題喎，忽然間做咩講我阿媽有問題？我阿媽冇同我講過呢個問題喎。唉，你之所以有問題，那係由於好多因素千絲萬縷咁組成嘅，而其中最大嘅原因就係你阿媽，因為冇你阿媽就冇你呢個問題啦。所以你唔係問題，連媽都係問題。我唔係問題，我阿媽先係問題。哎呀，咁難道你阿媽又冇阿媽咩？所以你阿媽唔係問題，他媽都係問題。咁但係難道你阿媽嘅阿媽又冇阿媽咩？咁難道我同你鬧交係連媽都他媽都連人都他媽媽都咪咪有咪有排都鬧唔完？所以正所謂。媽媽不盡，問題無窮。我同你鬧交，提起你阿媽就係想你知道，其實你冇問題，你阿媽又冇問題，問題根本就唔係問題。我噔噔噔噔噔噔，就係想提醒你，請你好好放低，冇問題。真係係好豁達當時啊！好快樂嘅，其實做茄哩啡有時俾人鬧完兩句粗口，心樣又好咗。但係大家都知道，快樂嘅時光總係過得特別快。
咁啊，由於我嘅才華咧，我好快就冇得做茄哩啡啦。當然主要由於我俊朗嘅外形啦。收到，收到。我好快就可以喺啲二三線嘅戲裏面做啲三四線嘅角色。是不是應該更正在這三四線的戲裡面做一些二三線的角色很不同的、啊、所以我都分不到但總之當時我自我感覺是非常之良好，覺得自己上緊位去做主角，做自己，我是主角。喂，有一天就有一個人來找我做戲、啊、這個人很犀利、啊、真的不可以說真的嘛，是真人真事、啊、他是一間電影公司的老闆，同時本身又是演員來的，他就叫我去的公司跟我談談，他說我要做的角色是怎樣。他說阿子說你要做的角色很簡單、啊、也都幾複雜，簡單得來複雜啦。你當時呢你就站在街邊的 OK， 你站在這裡，那我駕車經過那我見到你，我駛駕車在你身邊，然後搞低玻璃窗，那你就好奇啦，那你耷低頭就望我啦，那我見到你望我呢，我就跟你說了，屌你啊，然後跟住呢我就揸車走咗啦。咁你走咗之後呢，我角色跟住係做咩呢？冇啦，我都走咗囉。咁我做嘅角色就係嚟俾你要嘅嘢。哦，咁啊唔係，你鍾意繞多嘢都得。繞你好好放低，我放唔低。我翻到屋企，我不停同自己做心理輔導，唔係㗎。佢就係要揾一個好有分量嘅演員，因為你戲份太少係咪？你就咁繞啲嘢嘅啫嘛。你戲份太少，你到演員唔夠分量，你係冇戲劇張力㗎嘛。但係有邊個有分量嘅演員就咁會企喺街邊俾人繞啲嘢？二三線都唔會啦。七八線都不會啦，你咪即係講我茄哩啡？但冇可能噶喎，我上緊位噶喎，咪係咯，你咪上緊位做個茄哩啡咯，我茄哩好好放低，開唔開心？因為一個主角俾人當係茄哩啡，今日回頭望翻轉頭各位，我就明白，你一個人原來成日當自己係主角，係好揾，好揾笨，揾自己笨。你諗下，我當日俾人用六個字嘅粗口啦，我當聽歌，噔噔噔噔噔噔，仲會加啲節奏感啊，噔噔噔噔噔噔，好似上品我咁樣。今時今日人哋講兩個字啫，我崩潰，因為當日我知道自己係茄哩啡，今時今日我當自己係主角，好明顯，做一個茄哩啡嘅生活。是容易好多，你想想，特別是做茄哩啡其實沒什麼要做，是不是？即是主要就是出現的嘛。大家都知道啦，做茄哩啡，啊，茄哩啡做感情戲的特點是什麼？沒感情啦，是不是？你大佬死了啊，啱啦。哦。佢幾十歲都是這樣的嘛。OK， 現在對方大佬死了，你笑啦。哦，我大佬，我點樣俾個飯盒俾你咁樣？我出現咗咯，係咪？茄哩啡做動作戲嘅賣點係咩？冇動作啊！嗱，你而家去追殺啲清兵。哦，殺啦，殺啦，殺啦！你而家俾啲清兵追殺。哦，走啊，走啊！哎呀，跌咗隻錶，唔好意思啊。啊，大佬，我點樣出糧俾你啊？我出現咗。如果你的人生能够就是这样，没什么感情、啊、又没什么动作，那你就真的可以做到一个真正的茄哩啡。那你的人生有什么值得骄傲啊？我出现了。即如果你能够做到只是出现了已经觉得够了，其实这个是一个很豁达的人生态度。各位，其实
你啲成日当自己系主角嘅人，其实系好难好难做得到啊！有几难啫？做人嘅嘢，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啊嘛，开心啲啊嘛，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咁即系啲人唔系好重要啦。咁点解要开心啲咧？呢句说话嘅逻辑系点讲都通噶嘛？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咪唔开心咯。O K 噶嘛，系嘛？埋单有一日，唔埋单有一日，咪唔埋单咯。拉拉链有一日，唔拉拉链有一日，咪唔拉拉链咯。你明噶啦，做人啊，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忍一时风平浪静，忍一个小时就够啦，忍多个小时都唔使。系啊，如果你喺忍嘅呢个小时里面，即刻买张机票飞去巴拉圭，佢就喺南美洲嘅中间，你系望唔到海嘅。我包你风平浪静，忍一时风平浪静，忍一世就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退一步就够，退一步都唔使遇到咁问。啊，系系系，海啸海啸海啸，唔使惊啦。退一步海阔天空，退出江湖就海阔天空。你明就得噶啦。做人嘅嘢最紧要过得自己，过到人啫。呢句说话系有四个可能性，最容易做系乜嘢？过唔到自己又过唔到人啊，系咪？难做啲系咩？过到自己过唔到人，又或者过到人过唔到自己，最难做就系又要过到自己又要过到人，你又讲到好似好鬼容易咁样。哦，冇嬲冇嬲冇嬲，船到桥头自然直啦。呢句说话系讲紧乜鬼嘢？即船原本系挛噶，即去到桥头自然就嘣。我唔系，即去到佢个船去到桥头自自然然识得摆直咁就过到去啦，系咪？即系自自然然吓，自自然然，咁唔使请水手啦。咁你早啲出声啦，铁达尼死少好多人啊！是咪？即船一开，个船长就同大家宣布：各位，船到桥头自然直啊！但系撞到冰山特别挛。咁多呢一啲懒系乐观嘅金句，各位我一句都唔信。呢、这个世界我只相信两句说话，我自己发明嘅。杜飞，大家食过啊？飞不妨食过分，出猫唔好太高分。系咪好有道理咧？总之，你食嘢就要洗手，洗手，洗手。做人就要小心，小心，小心。你一个成日当自己系主角嘅人，你好紧张，你放唔低自我，你就成日会。就是咁，呢样记住，嗰样记住，好小心，洗手，小心，洗手，好攰。所以我成日提议大家去睇下嗰套经典嘅恐怖片《驱魔人》。有边个睇到呢套片嘅？拍拍手。啊，呢啲朋友咧系好酷达嘅人嚟噶。因为《驱魔人》系讲咩啊？《驱魔人》系讲一个少女被鬼上身，冇咗个自我，啊，好 free 噶。佢鍾意咬就咬，咬到五顏六色嘅，佢成條彩虹扭出嚟。佢鍾意鬧你就鬧你，佢唔使俾啲你。講粗口鬧你又唔得，鍾意用唔同嘅語言鬧你又得。佢、啊、自己得閒無事喺間房好無聊，唔緊要。佢360度另一個頭，哇哇哇，唔使去迪士尼啊！你想象下，各位朋友。你想象下，如果每日你个闹钟一响，你就鬼上身，你嘅人生会几快乐？啊！我好中意翻工啊！你话唔系鬼？
鬼上身點講得出你句說話？我嗰陣時翻工嘅時候，嗰陣時就有個同事，每朝都一朝早就聽佢講㗎啦，喺自己個位度，好嘢，又開始新嘅一天嘅工作。我每次都想用聖水淋佢。我好鍾意翻工啊，但係我唔會朗口，橫掂公司人都咁口臭。然後你去搭地鐵，你諗下你會幾咁自由，你第一次可以完全諗都唔諗就同對方講，麻甩佬你真係好臭啊，放低隻手啊。黐線，有錢搭直升機翻工啊笨，搭地鐵係咁噶啦。你真係好臭啊，馬勒！又未到站，你走去邊啫，馬勒佬？你走得去邊啊？搭地鐵係咁噶啦。然後你一翻到公司，姣婆二拎兩單打你，點啊？昨晚同阿 K Y 開會，定係開香檳啊？你唔使再同佢單單打打，唔使咁迂迴曲折，你一嘢就醒佢，淫婦，跌落屎坑嘅狗公都唔放過嘅淫婦。然後用外國語言 You slut You zoom See neck Non me pure a baby La siato vuoi can andare然後晏晝你又要去見客，個客又同你講，我諗個 project 呢一部分呢都是改一改好啊，不如由頭改過啦。又改唔好啊，唔好唔好啊，一路轉轉到你啱啱收工你先至醒翻。早晨啊，各位去呢度 happy hour 啊，係咪好快樂呢咁嘅人生、开心嘅时候做自己，唔开心嘅时候鬼神神。现实好难做得到，但系唔紧要，唔紧要，各位，你喺现实里面得唔到嘅力量，你可以喺语言上揾翻。你识得用以下呢两个字，你平日嘅生活会充满力量。第一个字就系个老字 ，OK， 唔系老点你。你收到嗎？如果我話唔係點你，好似自己都冇乜信心咁啊！唔係老點你，我硬啫。你明知俾我老點，都要俾我老點，老襯。所以搞清楚，阿每份工，哎呀，我抽筋啊！點樣衰啊？我老抽啊！勁抽。同樣原理啊！你賣翻版啊，你咪犯法咯！嗱，你賣老翻啊，醒目仔。當然有時你會唔明白啊，點解一個好年輕嘅女仔係會叫做老處，而一個好舊嘅機構就叫做老新。你想申請入會，就準備一封老務，唔係就唔老禮。呢啲老字，各位。主要就可以令到一個蒼白無力嘅普通市民變成一個深不可測嘅江湖中人。你諗下，如果你朋友問你，喂，今晚食完飯有咩做啊？屌你點答？有咩做啊？咪消化下有咩做？消化完咁咪睇電視咁瞓覺。當然你可能係冇咁樣衰嘅嚇。但你會認識到很多朋友的，這樣 OK？
但是如果你懂得用一个老字，各位朋友问你吃完饭有什么做啊，你怎得老烧咯，烧饭那不是戒下老电咯，看电视戒它，那不是老电咯，点床冇运行咪起身索个老牛啦，饮牛奶，跟住咪翻去老席咯，点完床点席，再过多阵咪拍个老 A 咯，早餐里面嘅 A 餐，跟住咪夹老铁咯，好似打劫咁系咪？唔系，系搭地铁啫。吓、啊，你 get 到啊？你 get 到啊？原本你真系好无聊喺屋企，而家你系咩啊？你系老少。老电老只拍老诶，你原本系困喺屋企嘅，你而家个 feel 系强到好似困喺监仓。你原本只系喺屋企吸尘，而家系监狱风云。喂，边个？做紧咩？老吸咯，老吸完做咩？老洗啊！黐线啊，洗黑钱洗碗，你劲到人哋都唔相信嘅。OK， 第二个字大家要学的就是个爆字啦。嗱，各位喺个爆字出现之前，我哋所认识嘅最劲嘅字就系劲。啊，冇字劲得过劲啦。要劲过劲嘢打翻嚟，哇，佢劲劲啦，系咪？而家唔系，而家我哋唔系话人劲，我哋话佢好爆，系咪？哇，佢劲好笑人咯，佢笑爆嘴啊，哈哈爆 ！Oh shit！ 你话，你话眼睛，咩啊？雨死啊，雨死啊！诶，唔系雨死，落爆！诶，我老还到你冇咁笑我，我响你樽喎，唔系响樽，爆樽，大家都识噶吓，响樽有咩问题啊？太有文学味道啊！太多幻想的空間，是不是響喎、啊、有幾響又響又響，是不是我響你出的不同平同平，你如果出呢我爆你出了，講完跟住你問你流血 no， 你爆光，問題是這個光是哪個光字呢？我第一次聽到人哋講爆光，我即時反應係 ，Oh shit！ 哦哦，聽到都痛啊！哇、啊、嚇！跟住咧又補充，唔係啊，我手指尾爆光，我唔知幫佢撳住邊度。當然大家知道啊，最勁嘅用法就係我今年我聽到，我同我朋友行街新年嘅時候。有个麻甩佬经过我身边，当时佢大大声就讲啦：，好、哦、新年流流可贺佢爆马腩！我第一个反应就即刻打电话报警，话俾马会听有恐怖分子。我朋友拉住我：，唔系啊，唔系嗰啲马腩啊，呢啲马腩系冇马噶，系净得鸡嘅啫。啲咩农场嚟啊？呢啲怪嘅。原来爆马腩个位置是帮衬妓院，但你搞清楚，你去马腩，你只不过是一个嫖客，你爆马腩你就是阿尔盖达。阿婆，我入得你这个门口，我就不想着出翻去。你俾安全服我做咩？你睇小我必死的决心啊！你有冇听过啊？拉得爆马腩遇咗死得惨。好啦，大家而家识得用个老字同个爆字，跟住落嚟咧，俾大家啲自己实习嘅时间咯噃。嗱，而家如果我同你讲，各位又系去咗到咗呢个去厕所嘅时间啦，你系咪觉得我会睇笑你膀胱咧？